咬火龙弹的挺好的呢。是洋人琵琶吧？不是跟你们说过了，以后只准叫我尼古拉一关。哥，你本来就叫一关嘛，但在一关前面加个洋名，什么尼克拉的，哎，我就是听不惯。名字叫什么很重要吗？哥啊，他是被西洋的神父洗脑了，现在想改叫西洋名字，不想再叫中国的名字了。哥啊，书念得不好，但学习葡萄牙人叽里咕噜的倒是挺好的嘛。啊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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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四书五经，哪一本书可以帮我们跟他们做生意的？全都是狗屎！哼，我能站在这里，靠的是自己。我们全都靠哥你呀！真的，若不是尼古拉一关肯吃苦，担任其他人不想担任的责任，否则舅舅哪会将压船的任务交给我们呢？嘿嘿，讲到压船呢、啊，这压一趟生药船呢，可以赚30000两。这压一趟僧尸船啊，可以赚更多啊！所以说，我们干这压船的工作很好赚呢、啊。帮人压船，永远只是奴才。是个男人，梦想就不该这么渺小啊！对，而且舅舅以前给的工资也没有现在老板给的多，给的爽快、啊哎。要尊称他为假碧丹，意思是伟大的船长。而且现在尼古拉一关在他船队里当干部，万一被别人听到了，那我们可就麻烦了。红凤啊，你还是这么谨慎，不打紧，这船上的弟兄都是咱们自己人。虽然贾碧丹是平湖最大的海商，也是我们汉人在平湖的首领，但是我们的海上事业终究要靠我们自己。话说回来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信天主教吗？想在海上称王，除了要有胆子、有志气，你要会的还得比别人多。全澳门的葡萄牙人就只有神父肯不收钱便教人葡萄牙话。一旦掌握了洋文这种重要的工具，我们就可以跟葡萄牙、西班牙甚至全世界做买卖。只要所有人都知道我尼古拉一关的名声，你们说哪里不能为家？这片大海都是我的家。来人呐！什么？陈大夫，请问我的弟兄伤势如何？放心啦、还有力气哀哀叫，明天肯定活不乱跳。倒是你，我，妈子啊，里面那些人死不了了，过来帮我处理这个比较严重的。我严重？哎呀。铁川大夫，我这只是皮肉伤而已啊！你中毒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中毒？是真的吗？你看他，眉心之间有一股黑气，那就是毒性冲脑的征兆。
砍伤你的武器，肯定有毒。前程太凤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哥啊！放心，我有办法，不过得要快。田川大夫，您在开玩笑是吧？我像在开玩笑吗？我父亲从来不开玩笑。父亲大人，妈子啊，去拿福寿刀跟刮骨刀过来。刮骨刀？不然怎么把毒给刮出来啊？我先告诉你啊，虽然有这个福寿膏，但还是会很痛很痛哦。田川大夫，你这也未免太小看我哥了。皇上啊，大哥中毒了。我知道，你们叫了那么大声，我怎么可能没听到？既然都听到了，就别杵在那吧。请各位移驾到外面去吧。我们可以留下来帮忙啊。人家都说话了，出去。走吧，别妨碍田川大夫工作。尼古拉一关，我们就在外面。假如有什么事的话，我知道。走。田川大夫，请动手。咬着他吧，你的兄弟都在外面。等一下，你要是真的承受不住，比较不会那么难看。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可别嘴硬啊，我要开始刮了。怎么办呢？你们怎么办呢？我人就在这里。要是你等一下承受不了的话，至少手还有地方可以施力。姑娘，可恶！那些家伙居然在刀子上抹毒。感觉会很痛哎，知道开始了没有？如果开始，应该会听到大哥的惨叫声吧？可是怎么都没有听到啊！啊，说不定啊，是田川大夫吹嘘过头。你可别忘了，田川大夫可是被誉为平户医仙，他说的话应该不会有错的。而且，你没有看过这么听话的尼古拉一关吗？真的。我突然在老妈面前，我没看过大哥这么乖啊。哎，你们会不会好奇啊？好奇什么？好奇为什么田川大夫的家里面要摆一个富翁的翁啊？如果是我，我倒不如摆一个什么金银财宝的财啊。听说田川大夫本姓翁，是从福建泉州移民过来的。他不是日本人吗？原来他跟我是同乡啊。你不要讲得那么大声好不好？田川大夫好像不喜欢别人提起他的身世。哼，其实啊，他是哪里人我才不在乎嘞，我比较在意的是他家的女儿。妈子姑娘。对，我每次头痛肚子痛啊，腰酸背痛啊，我都会来找田川大夫哎。但是再好的药都比不过麻子，我只要看到麻子啊，我全身都好嘞。如果可以娶到这么好的老婆，就连海盗在麻子姑娘面前也不敢放肆，多少达官显要来跟她提亲，都一一被她拒绝。就凭你们两个啊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小心被麻子姑娘拿武士刀一刀给砍死。你还真是连哼也不哼一声啊！哈，好了好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伤口忌水。一个月之内都别碰水啊！多谢田川大夫。五天后记得回来换药啊。田川大夫，在下就先告辞了。嗯。大哥，你等会你要去哪里？今天打了大胜仗，当然是要庆功。贾碧丹已经设下酒宴，要为我们接风洗尘了，大家都在等我们了。你的毒是刮得差不多了。但要是喝酒，田川大夫，您知道的，像我们这种讨海人，哪有不喝酒的？没错。多谢两位，告辞。走，进入去。走，喝酒啊！海盗快啊！妈子啊，肩膀没事吧？没事，他似乎怕会伤到我，只是扶着而已。尼古拉一关
这男人挺应景的。小心点啊！哎，好，这边是吧？哎呀！贾碧丹大人，看看这是谁来了？咱们的英雄啊，尼古拉一贯啊！来！哎呀，贾碧丹大人，这个，你看，哎呀，大丰收啊！是，放后面。哎呀，实在是太开心了啊！今天呢，真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啊！咱们的尼古拉一关这一趟帮我押船，遇到那可恶的倭寇的袭击啊，幸好他沉着稳静，领导有方，不然我那价值10万两白银的丝绸药材。还有茶叶，可就会给那些可恶的海贼给抢走了。一关，你帮我保住了这10万两的白银啊！才不止嘞，还帮我们。让我们敬他一杯，敬勇敢的尼古拉一关。各位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！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应该是我感谢您才对，感谢您愿意信任我。来，让我们全体敬我们伟大的贾碧丹，敬贾碧丹的海商集团飞黄腾达，雄霸东洋。干杯！干杯！哎呀，大爷！哎呀，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，弟兄们，你们尽量吃，尽量喝，今天晚上所有的。全算我的啊！哥，多谢大爷。一关啊，是，来，我有一个新的任务要交代给你啊，你猜下一次我要让你去做什么？贾碧丹，我想您。应该是要我押船前往马六甲海峡。不是押船，我是要你去占地为王。占地为王？表面上看起来，我在日本的事业是一帆风顺，幕府啊也发给我朱印状，
好让我合法的经营国际贸易和远洋船运。但是这两年来，将军见我的事业越做越大，而那英国与荷兰商馆的馆长与我的关系也越来越好，眼看这贫户啊已经快要变成汉人的天下，我知道他已经开始在提防着我了。那你看啊，我的商船纵横于整个东南亚，从日本、福建、澳门、暹罗、巴达维亚全都跟我交易呀、啊、我必须要在这之间找一个地理位置更好的贸易基地，好建立属于咱们汉人的地盘。贾碧丹，你心里想的地方难道是福尔摩沙？好，你果然是个人才，有远见，连想法都跟我一模一样啊！过去，这福尔摩沙，那还是一个处女地。我们只要能够越早开发，我们的海上贸易就能够多一个资源丰富的中继站。这可是一个伟大的计划。嗯，但不知贾碧丹，您打算如何进行？要开发福尔摩沙，就要先屯田建兵营。建兵营？嗯。可是，听说福尔摩沙虽然资源丰富，但当地民风剽悍，我们可能需要派出大量的兵力。派兵？是。我可没这么想。不然，贾碧丹，您打算？我要从福建把汉人给载运过去。可是有谁会愿意这样千里迢迢离乡背井前往福尔摩沙？这还不简单，我们只要到福建专门找一些生活贫困的老百姓，给他们几两碎银子，说服他们到福尔摩沙去屯田开垦，这屯出来的地就是他们自己的田，等到时候农作物收成之后再缴税给我们就好了。那你说谁还不愿意过去啊？此计甚好，与其强攻不如养民，就算此计不成，对我们的损失也是极小。你千两银能够换到万两金的生意你不做吗？贾碧丹，深谋远虑，令人佩服。尼古拉一贯，是，我要给你13艘船。贾碧丹，这你给我从那笨港登陆，伐木逐寨，建屋辟田，为我贾碧丹打造一个福尔摩沙王国。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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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哎呀！太开心了，马上酒拿来。他也来了。哎呀，顺便啊，帮我们唱首庆祝的歌曲啊。大爷，我要为我们未来伟大的计划干杯啊！干杯！大爷，再来一杯吧。哎呀。哎呀，再来再来再来啊！上，名、利、权、位，常常都是密不可分的啊。
我打算带你去见那个松浦繁主，我要告诉他，我收你做干儿子。你要是能够认识松浦繁主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会有地位。你要是有了地位啊，贾碧丹，贾碧丹，来，您喝醉了，喝醉了，先歇着，先歇着啊。哎呀，哎，你一定是以为我在说笑啊？不敢，不敢。哎，那看看你，到了成家的年纪了，可是像我们这种人呐，要是没有地位，哪家的姑娘肯嫁给我们呢？啊？哎，对了。你来平户也一段时日了啊，看上哪家的姑娘没有？魏立业何以成家？哎，这我可不同意啊！你别看我那儿子不成气候，好歹也是我老婆怀胎十月生下来的。当年我来日本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他陪着，我才能够义无反顾地打拼事业。你要是看上了哪户人家的姑娘，尽管跟我说，我帮你说媒去啊。多谢贾碧丹。哎，那正好走到这里，哎，我自作主张帮你跟这家的主人提亲了啊。你要是能够娶到他们家的女儿啊，你在这贫户的位置可就稳若磐石了。贾碧丹，这里可是田川大夫的家啊。是啊。我家怎么了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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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田川大夫啊，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呀？我刚去帮病人看病。哎，倒是你这个贾碧丹，哎，是为什么还没有睡觉？哎呀，我们家的一官立了大功，我在帮他设宴庆祝嘛。哎，我是在问你为什么还没有睡觉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哎哎，是是，你这个肝呐、啊、不好。哎，是你的肾呐、啊、也有毛病，看看你这个眼睛吧。哎哎哎呦，布满了血丝，瞧你这脸色啊，明明喝了酒却还是蜡黄色的。不是不是啊，我酒量好嘛。好你个头。你这明明犯的那哈，肝虚肾亏，不共戴天。你应该跟我回去医馆，我来给你处理处理。可是田川大夫啊，我们家那几个……你是要钱呢、啊，还是要命？我都要啊。那你就跟我去医馆，我来处理处理。父亲大人，你回来了。嗯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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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田川大夫，我有个天大的喜事要跟你商量商量啊。麻子姑娘，今天多谢你，您的肩膀。没事，谢谢你手下留情，伤口好多了吧？令尊确实是医术如神，已经不痛了。对了，麻子姑娘，刚刚我听令尊说。贾碧丹的症状什么？哎，麻子啊，赶快进来帮我处理药材。是啊，你还在呀、啊、田川大夫，不好意思打扰您的诊治了、哦、在下先告退。哎，你过来。是，这个给你。多谢田川大夫，但不知这是……这是我自制的刀伤药，像你们这种打打杀杀的人呐、啊，带在身上，有备而无患。多谢田川大夫。你们要聊，下次再聊。先去帮我弄药材去。是。田川大夫，在下告辞。嗯，不送了啊。哼。
结果他就说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，这样我没有办法回家。那么大，人家妈的姐姐柴格力是要给医馆的病人吃的，都没有梁子篮子大。哎，梁子，你带那么大的篮子想要装满蛤蜊哦？大概要等到夕阳落进海中，天黑了都不一定能回家哦。梁子好贪吃啊。我又不是要柴给我自己吃的，我是要柴给柴给谁啊？柴给谁？好，梁子，你该不会是要柴给哎我能输啦。梁子有心上人了，谁要给心上人吃呢？好心人，好，好了啦！你们看，他都快哭了。就是说嘛，其实有心上人很好啊，大家都很羡慕你。对嘛，人家也好想要有个心上人哦。其实我也很羡慕妈子姐姐。羡慕我？对啊，我们想要找个伴，却怎样也找不到。妈子姐姐是人家送上门来提亲了，还把他们通通赶回家。哎，对啊，妈子，难道你都不担心啊？担心有什么用啊？缘分到了就会遇到啦。好啦，我不跟你们聊天了，医馆的病人还在等我拿蛤蜊回去加菜呢。对了，梁子，你觉得妈子姐姐喜欢的会是什么样的男人啊？我觉得啊，妈子喜欢的应该是像他父亲那样的人，像田川大夫那样的人。医生吗？中国人。你们不觉得吗？田川大夫给人的感觉很神秘，我在想说不定妈子喜欢的就是像田川大夫那样子神神秘秘的人哦。你们看，是他。他是谁啊？我知道。谁？他就是上次把海盗赶跑的那个人啊，好像叫做什么德古拉。德古拉？不是德古拉，是尼古拉啦。啊，对，听说他是假币丹最厉害的手下哦。真的吗？我还听说大家都叫他海上的英雄。哎，好厉害哦。现在全中国的海盗啊，只要听到他的名字，都会夹着尾巴会尖叫妹妹。你们几个在人家背后偷偷摸摸指指点点的，是想要做什么啊？妈子，我跟你说，他是姑娘。你们认识啊？认识啊，他是尼古拉医官。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妈子姑娘，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？我有事情想请教你。真的是我跟他讲话。大家今天不是要采满满的蛤蜊回家吗？等一下涨潮就没有满满的蛤蜊可以采咯。可是我们想点啊，采蛤蜊去咯。好了，快点走吧。多谢妈子姑娘愿意听我说话。你都还没有讲你要说什么呢。也是，妈子姑娘，您听说过严思琪这个人吗？你跟严思琪分别是假币丹的左右手，怎么了吗？最近假币丹将我和严思琪的任务对调，改派他前往福尔摩沙，负责打理当地的贸易事务。但是严思琪他不愿意离开平户，所以他找我一起合作，打算另起炉灶。那你自己怎么想？说真的，我不想一辈子只是现在这个样子。目前所有的东亚航线都归假币丹所有，但是我也想打造自己的事业。然而贾碧丹确实待我不薄，他甚至想帮我提亲做媒。虽然兄弟们都主张和严思琪联手，我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。我可以说我的想法吗？妈子姑娘请说。务必带大嫂一起离开，保护她的安全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即启程。哎呀，你又在摸鱼了。有什么摸鱼啊，站了一天胃病，这个腰酸背痛的。哎，你看到了不过来帮我按个摩吗？又要帮你按摩？
哎，他们都走了，我们也……你敢？等一下大老爷回来，看他怎么吃完你们这些叛将！哎呀呀，有什么叛将？哎，你看哦，这局势是多么的乱啊！我们留在此地，恐怕只是哎呀，你笨啊！你想，这个清廷呢，又会给大老爷一个封官。到时候大老爷回来，看到我们如此的忠心，一定会多给我们一点赏识的。赏识是吧？哎，赏识！哎，你说的有道理耶。我看不出你平常忠心耿耿的样子，想不到你。你说了什么话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总之呢，我们等大老爷成为清朝的大官，那么我们……哎，不对啊。这样我们是该听大老爷的呢，还是国姓爷的？不好啊，大事不好啊！清兵勾进来了，安平城被清兵给……哎呀，你这是喝醉了！怎么会？大老爷不是归顺清朝了吗？真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现在整个安平城里到处都是清兵，他们还说……我说好了，大老爷昨天朝北京取经去了。你这大老爷已经被清兵给俘虏了。大老爷被俘虏了，这一切。都是清兵设下的圈套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好，那你倒告诉我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为了郭姓爷，保护夫人，杀！风萧四起，此城难保。回首过往，聚少离多，国破家亡，命运多厄，难敌无儿，壮志参天。扶松谨记，今日之后，当你遥望天际，母亲会一直守护着你。这是母亲能够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望儿勿忧伤。
侯县，这要怎么处理？我和你父亲是多年的合作关系，我可以给你很多的金银财宝，很多的女人。是，你要杀我？让父亲如此的器重我，你要杀我？杀我！怎么了？禀告国姓爷，尼古拉一官已在北京遭到斩首了。什么？为攻打福尔摩沙，我军已在此海域盘旋三日，恐怕不是长久之计。依在下见，攻打热兰遮城，在所难免。东夷都公司船坚炮利，热兰遮城防守严密，万万不可贸然行事啊！你这是在阻挡国姓爷拿下福尔摩沙吗？小的不敢，但是台江的南水道是荷兰红毛的主要通路，热兰遮城上设有巨炮，我军贸然驶入，损伤恐怕难以估计。你会讲丧气话，要你何用？我命令你现在就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，否则就踢他见我。大人息怒，此行水路凶险，实难前进啊。想攻入大人，可有别的办法？这报告国姓爷，在台江内海偏北处有一条入门港道，红毛认为这条水路为天险，并未派兵把守。只是台江内海港浅，底下又是坚硬的铁板沙，若未逢涨潮强行进入，大船将触之即沉，国姓爷三思啊！来人！是，背旗相岸，焚香祝祷。国山河破碎，郑成功身当人杰，死为鬼雄。今日誓师起义，矢志抗清，天上的圣母啊，请保佑我，用你伟大的力量指引我前进。海上的母亲啊，请保佑我，用你如大海般的温柔带领我们平安度过鹿耳门港道，回到陆地上不再漂泊。母亲大人，福松在这里呼唤您，请庇佑我，一如往常指引我前进。母亲，请引导我正确的方向，带领我们平安抵达大原。潮水涨了，潮水涨了！禀告国姓爷，
不见渔民说长腿比平常长了一丈之高啊！哈哈，神机，真是神机呀、啊！恭喜国姓爷。谢谢您，母亲大人。